我来，让舅舅看看。哎、行了行了，挺帅的。你比我还帅，你谁呀、啊？我都不认识你。臭小子，上车吧你。不错啊，对岳父岳母恭敬点啊。放心吧你啊，来酒店见啊。姐夫，我先走了啊。便宜林家那小子！哎呀，大喜日子，不许掉眼泪。再谢谢。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，勒了太紧对孩子不好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就过了三个月，肚子是一天一个的。掉婚纱的时候这还宽松着呢，再紧点。哎，阿姨，你们快点准备，新郎的车到下面了。好的，多出点难题，难为他。他红包要是给不够，咱就不给开门。你那么容易就把我的女儿娶走了？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一女当官，万夫莫开。耶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老妈开门，媳妇儿开门啊，媳妇儿。谁啊？我林小苏。来干什么？我来接我媳妇儿。啊。给给给！你把门开开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家萌萌貌比天仙，这么容易就跟你走，还叫天仙吗？快表个态！你要怎么表态啊？你以后必须要对萌萌好。是是是。嗯，那以后家里钱谁管？他管。啊，那饭谁做？饭他做。啊，不是，饭是我做。啊，那卫生谁打扫？卫生我打扫。这位姐姐，啊，我再给你个红包呗。你把门开开呗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啊，时间不早了。这么恨嫁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规矩必须给他立下，不然这村没这店了。哎，他这人不识逗啊，说话注意点。立规矩，赤手空拳就想娶走我的女儿，那咱们提几个条件的还不是应当应分的呀？是不是？嗯。什么是三从四德呀？我不知道啊。告诉你啊，这新好男人的三从四德，我提醒你一下啊。这三从呢，就是萌萌出门要跟从，萌萌的命令要服从。对，孺子可教。接下来是萌萌说错了呢，要不知道。要盲从，怎么这么经不起表扬啊？都一个多小时了，我进去了啊。行了，我都记下了。刘萌萌，你开不开门啊？哟，脾气还挺大呢，这我们怎么敢放心的把萌萌交给你？最后一关，你再表个态吧。表什么态啊？单膝跪下，当着大家的面求婚。跪什么跪啊？男人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。都一个多小时了，玩够了没有啊？刘萌萌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这婚你接不接啊？要接就赶紧出来，不接我可走了。哎，我说他这人怎么这么不识逗啊？人家婚礼都这么闹的呀。我说了他这个人不识逗，你看你过分了吧？我数到十，你不出来我就撒由那拉。反了他！大喜的日子，谁让我不痛快？我让大家都不痛快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就不出去，开了怎么办？妈，邻居都在呢，多丢人呐！你这么出去，那才叫丢人呐！改明儿啊，他还不敢骑着你脖子上拉屎啊！哎呀，你这八九九十，大姐，送你了，小东。我们回去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爸，爸，上车，姐夫。上车！哎，忙呢？忙呢？啊，这婚不接了。接什么？怎么不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待会儿再跟你解释，先上车吧。解释什么呀？怎么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我们都交了份子钱，请你家来参加婚礼的。接着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里发生什么？没门，怎么回事？没门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好，辛苦。
娘家人。对啊，是啊，太好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真不怪我，我去接萌萌了，她不开门也不跟我走，这。您问萌萌去，这事真不赖我，真的，真不赖我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爸，打你也打了，消消气儿吧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小苏。算了，哎，好了，你算什么算？算好了，好了，咱们心平气和的好好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挽回的余地。没余地，不挽回，这事儿没商量。我说什么话呢？混蛋话呀！啊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想想，你是拿结婚当儿戏啊？为了你买房，你姐把婚都离了；为了你结婚，你姐都离家出走了。爸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吧？怎么说呀？我姐怎么走的，您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你要不逼她，她能走吗？行了，你们都消消气吧，干嘛呀？别翻旧账了，行吗？想想怎么处理问题。你接也好，不接也好，你给人家一个交代。必须得接，要接你接。说的是不是混蛋话呀？你今天必须给人道歉。道什么歉呀？我又没错。红包都塞完了，还要下跪，凭什么都顺着他呀？我受够了。这辈子我就是不娶媳妇儿，我也不娶她这种媳妇儿。有这功夫还找我姐去呢，我在这花天酒地，我这才叫没良心呢。不是，说什么？你站住！你姐没事儿，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再说。你见着我姐了？没有，我只知道她现在挺好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找到她住的小旅馆了。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不用了，史飞已经把他接走了。史飞？喂，史飞怎么跟他搅和到一块儿了？不是您想的。八蛋，我就知道他对我姐没安好心。那什么，我出去一趟。不能出去，先把事儿解决再说。还要解决什么？不是说好了不接了吗？不接了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。还要交代什么呀？这事儿闹到现在是他们家责任，他们家无理在先。那林小苏，给我出来！出来呀！你躲得了吗？你还小苏啊？小苏，你把门开开啊！出来，快出来！林小苏，你想怎么着？什么叫我想怎么着？当初不开门的时候，你们想怎么着？到现在又来问我来了。哎，怎么说话的？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婚都不结了，还长辈什么呀？麻烦您别长道，小苏，反了你，反了你了，你就是流氓加无赖呀！我就是流氓无赖了，怎么着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想打架呀？我告诉你，别接他去了！小苏，你干什么呀？小苏，少说两句。轻点。呸！谁你亲家啊？你看看你的好儿子，是都要撸起袖子打人了，这叫赔礼道歉吗？是是啊，怪我怪我，是我教子无方，这样吧。大家屋里坐，来，有话好说，来，坐坐，请进，请，请，来，请进，来，大姐，来里边啊，来。哎呀，亲家，咱们是当不成了。是，不说说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啊，这个，哎，小苏，来，给你妈道歉啊。爸，对，您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您忘了。我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今儿又不是清明节，等到了清明节我再给我妈磕头去。你看看啊，你们都看看，就这个有人声没人叫的东西，哎呀，我家萌萌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家萌萌，有什么你怎么着？请进，请进，有什么话您冲我说，责任在我，我知道是我们不对呀、啊，这婚礼呢还办，砸锅卖铁。爸，站直了跟他们说话。低三下四，哈着他们干什么？没一个必要。我的事儿你们管，您坐这儿。爸，坐这儿。这个屋檐下，到底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两家今天就算两清了。我们家庙小，盛不下您这尊大佛。您呀、啊，该干嘛干嘛。行了。谁跟你两清呀、啊？你让我们刘家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你就想两清了啊？哟。你还想赖上我是怎么着？当
当初是谁死乞白赖的追了我们家萌萌，大鼻涕一样粘在身上，甩都甩不掉呀！真是，我林小苏就是一大鼻涕，今天让你们刘家终于给甩了，高兴了吗？高兴，我当然高兴了，高兴的我都要烧高香了。我们家萌萌再也不用落在你这个混蛋的手里了。哎呦，我求您喽，您赶紧烧去吧，来我们家闹什么？赶紧快快，你得赔我们家损失，名誉损失费、婚礼的钱、装修的钱，还有，你全都退回来。这么谈就谈崩了，不谈崩你想怎么着啊？就这家子能解气吗？兄弟，容我说两句好吧。我觉得这婚呢还是要结的，有什么要求呢您尽管提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了了这心愿，好吧。爸，你别管，要钱是吧？行，把那装修先撬了去啊，剩下的钱该是多少多少，我一分都不少给你们。但我现在没有，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？啊，我林小苏就算卖血也一分钱不欠你们家的。哎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呀？啊，不行，我要现钱。你没钱是不是？没钱行啊，拿房子，拿东西顶，给我上！我看你们谁？赶紧打！行了，你们冷静点，这还有孩子呢。今天这事儿小苏不对，他冲动了，做的确实有些过分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吵，在这闹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对吗？你是谁呀？这是我姑爷。还姑爷呢？少一钱字儿吧。一个前女婿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，有没有他说话的份儿，也轮不到你说。这是在我家。好了，小苏，行行行。看来你们林家是真没人了，一个前女婿都拉来撞身世啊！哎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没错，你们人是多，但是有理不在人多少，更不在声音大小。你们来这儿是为了解决问题的，肯定不是为了来打人。我们都冷静一下，好好想一想。您考虑一下，是您女儿的终身幸福重要，还是为了出这口气重要？的确，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女婿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在这儿说这个话有什么不方便的话，给您道个歉，对不起。爸，我带小童先走了。小童。心平气和的聊，别动拳头。双方家长都在楼上呢，小苏也在，好好商量商量，行吗？走，上楼吧，会有办法的。别看了，你们没什么可看的，走吧，回家吧，好吗？谢谢。亲家，我觉得哈，就是李奥。不是，就是我那个前女婿哈，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。为了萌萌的幸福，这婚呢，还是得结。呸！说的什么道理啊？啊，嫁给他，我女儿就终身幸福了。
就终身不治了。这事儿咱俩看法一致。哦，哎呦，萌萌来了！哎呦，萌萌，闺女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？你看你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阿姨姐，孩子，别哭别哭，妈呀，今天一定给你讨说法。你说让他们怎么赔？赔多少钱？你说，说呀，咱们出去说。切，说也说。闺女，别哭啊！你这么一哭，爸妈心都哭碎了。你放心，妈一定给你出这口气啊！哎呀，你别哭了，妈知道呀，你心里难过，啊，你心里不高兴。你放心，咱这婚呐，咱不结了啊！哎呀，小祖宗啊，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啊，你到底说话呀？你说，妈给你做主，说啊。妈，我要嫁，我就要嫁给林小苏。啊，这林小苏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要嫁给他呀？闺女啊，这样的混蛋咱不稀罕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这两条腿的男人遍地都是。妈，明天就带你去相亲。我不相亲，我谁也不要，我就要他，我就喜欢他。小声点，你不像孩子少年。我都快三十了，我还怀着他的孩子，你让我找谁呀？你看看你，哎呀，妈，你去跟他们说说，咱家脸都给丢尽了你，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！不哭了，咱不哭了啊！不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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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啊，走，走。这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来也不是为了和你们过意不去的，也是为了把事情解决好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也不能就这么过去了，要不然我们刘家的脸往哪搁呀？是是是，是。那好，我呢就提两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。这个婚宴肯定要重新办一次，就今天这个规模，这个档次，钱嘛，你们家出。行，没问题呀、啊，就是砸锅。爸，咱家的锅都快被您砸光了。我一定尽我全力。那好吧，那你们就根据条件办吧，不一定是五星级的，但也不能太差啊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。您的第二个问题，这第二点嘛，就是林小苏必须到我们家登门道歉，让邻居们看看，要不然我们刘家的脸往哪搁，怎么挽回来？你说是不是？没问题。什么问题、啊？我不去啊！说什么混账话呢？这真是不行。行吧，你们在这商量吧，我还得找我姐去呢，没工夫听你们在这闲扯。哎，这孩子，你不是？我说，别哭，别哭。别哭，千万别哭。